M 牌没这么容易 M 牌啦，这是 EBR 哎。哦，他们 EBR 死了，这场有机会 M 牌了。我就知道会中枪。为什么我会一直亮？我为什么会一直亮？他们有人躲在这附近，然后看得到我。对 ，I told you, bro。看超忙的这一场，
Hello。1850，赚赚赚赚赚！哎，我没有打中他的履带 ，fuck！ 哦，我 miss， what the fuck？ Dude， really， I miss。I miss. Fuck！ 我最后一个履带竟然 miss。I told you. 哦，9600。但我刚刚如果94%的时候打这一场，我就翻桌了。I told you. 这种顺风他妈的还有人领赏 ，What the fuck？ 哎呀，10000多少？13000？13000扛败吗？12200港币，12200。Feels good, man. Feels good. 我们就带着这个愉快的心情去睡觉吧。这是一场很棒的战斗。我刚刚 H1 炸他的履带，然后没有断，炸那个 M60的履带。